怎么没多久的时间啊会瘦了这么多，有没有？哎，这个叫减肥成功。不过同时也是呢告诉大家说这个我们健康的时候就是要把握，哎，不能克谁哦，克谁都跟你家用哦，这个很快啊，一下子啊，哎，就会产生变化啊。所以或许呢就好像在视线了，哎，就是由哦很不是很胖的哦，很胖的状态之下，一下子哎怎么变得瘦那么多啊，哎，就很单薄了，有没有？哎，所以要了解到哦，虽然说在生理状况啊，会变化很大，可是呢，各位可以从这个声响哦，可以从这个霍雪的这个讲话声音之中呢，了解说，哎，精神还不错呢，对不对？对。所以啊，霍雪一直在鼓励自己啊。哎，说这边的承诺都还没有完成啊，不能走开，对不对？对。哎，所以一直在努力啊，哦，这个调试啊自己的身体，虽然是假的哦，或是一直在讲身体是假的，可是毕竟呢没有把它照顾好，还不能用哦。哎，要很健康的时候，哎才能够。哎，哦，站在这边讲话，对不对？哎，所以或许会哦，这个啊，就是啊，哎，对自己的身体啊，会哦，就是很注意哦，在健康部分啊，所以也劝各位呢，在这种哦健康的那个前景之下，我们人生呢真的是很短暂啊，哎，纵然是很健康，那也只不过是百年而已。很快一刹那就过去了，所以一定哦要哦把握当下，时事古今啊不离当面，哎，只要我们没有三心，过去心没有了，未来心没有了，现在心没有了，那我们现前的一念呢，即被万万年。啊，所以这个啊，哦，这个真理啊，哎，我们虽然有听有听呢。可是都还没有很实际啊去体会，那我们呢就是要努力的哦，在我们生活之中啊，切实的哦，第一个先呢体会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一定哦绝对啊要把它啊这个启发出来，各位都有做到吗？嗯，什么有的都不敢回答，只是理想嘛，就是哦，理想哦，理想要做还没有做到，哎，真的要努力啊，哎，就是要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哦，然后你做久的时候，哎，当我们哦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啊，那个寥寥无名，那个觉知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么要成佛啊，就是这个，哎啊，所以一定要对他认识，然后认识了以后，哎，我们哦，就是要培养，那么培养的时候，哎，我们就用耳根连通，让我们的佛性啊延伸一直到整个虚空。那我们先呢延伸到我们生活的环境，对我们的环境呢、啊、哎都能够哦了了分明哦啊，所以那个时候啊，哎，我们就对自己的佛性呢、啊、就更有把握。那现在呢，各位可以说哎稍微啊有一点摸到呢这个佛性本体，可是啊都还不敢确定。那我们要了解，对自己的佛性啊，没有确定的话，那对很多事情啊，哎，都没有办法产生的那个力道。
那我们只要说对自己的佛性、已经切实的掌握，要了解、佛就在自己身上，那我们呢从自己的佛性本身呢去发挥，那么发挥出来的力道很大，所以一定呢要从这个方向。简不简单？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回答。哦，各位都觉得不简单吗？简不简单？哎，不困难呐、只要我们有心哦，都不困难。哎，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哦，这个是基本功。哦，我们来研究心理心法，这个最基本。啊，所以对自己的佛性本体呀、我们没有摸到，没有掌握、那么再讲其他的哦，就有一点割歇搔痒。哦，起不了作用了。那假如说我们确实摸到了，会一步一脚印，哦，很切实的，哎，我们都能够哎在生活之中啊去体悟，哎，原来自己本身啊，哎，就是佛。所以啊，刚才我们那个歌啊，不是哦，谢谢你吗？哎，原来我们本来是一体，有没有？哎，那个确实哦，就是啊，天地之间本来都是一体呀、那我们哦，你看缘起缘灭哈、然后呢，这个香蕉臭啊，哦，有很多的哦，那个生活之中啊，一些啊，哦，遭遇、那个都是啊，虚幻不实在啊，不要把它当成真。那我们就更容易呀、去这个掌握自己的佛性。那对自己的佛性越重视，对凡尘的万象就会越不那么住相。那不住相了以后，我们的心呢、就会脱离烦恼，我们的烦恼都从住相里面来。那不住相了以后，烦恼就减少。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都是从自己本身做起的。一定啊，最基本就是一定要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先得摸到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或许我一再强调，有没有？一定要做啊，有没有做啊？一定要做哦，这个不困难。我们做了以后啊。一段时间、一定会 有所领悟，那么那个领悟的时候，我们就会欢喜充满整个、原来天地、就在我身上、那个欢喜、充满、可能我们呢都还没有、努力做，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只要我们、肯用心去做这个、不远，就在眼前、就可以做到、离我们都不远。可是假如说我们不做的话、那就离得很远。这样了解意思吗？了解、所以我们研究、已经、快接近两年了、9月26今天九月几号？3号、在23天、就2年了，我们讲的也真的不多了、2年才2部经了、对不对？那我们往后还准备讲、楞严经，那一部哦，这个1年、就恐怕都讲不完。各位有没有稍微翻一翻啊？看得懂吗？有的懂，有的不懂、因为或许是时常都接近经典，所以看起来都是白话。可是、有一些、或许日语的白话、很多浅显说脑里是无连文的。可是解说了以后，我们了解说，原来是这个意思哦，
那个啊，就说啊，真的是不很深，讲的啊，都很白话，那个时候啊，我们真的就受用，可以把经文啊转移到身上。那我们能够转移到身上啊，我们受用了，就可以进入啊真理世界，不困难的，啊，自己一定要有心啊。有心追求啊，才能够到达。好，我们共同努力。那我们呢，就翻开呢这个好《道德经》。我们讲到第几章了？69。69章。用兵章吗？对。狼无弊哦。这个用兵啊，这个狼哦，就是用我们的那个手臂啊，来推就是一种推，把那个我们呐、这个眼前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万象推开，推开一定要用手臂呀、用手臂来推开万象万事。可是这边呢、他那个用兵啊，怯懒无臂，没有手臂呀、没有手臂要跟人家打架。可不可以？要用什么跟人家打？就用手跟人家打。已经没有手臂了，能不能够打？就不能够打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老子告诉我们，我们平常的话假如说已经呢都把自己的手臂啊，就已经好像都消失了，没有了。那没有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动怒那个生气啊，是不是想要出手？这个时候没有手臂，就怎么样？不会出手。那个生气啊那个想要打人的就消失了，没有武器啊要打人的那个原因啊没办法完成。所以老子告诉我们，就是把那个因啊，我们想打人的因啊，让它消失。我们为什么想会打人？心里面不平，对不对？这个呢，就告诉我们，老子告诉我们，从呢我们的那个那个心里面啊去消失这一种对人的那一种不平，对人的不满，对人的怨愤，你都从心里面、去解决。心里面完成了、都能够解决这一些、产生的负面的、那个情绪、完全都、我们了解，让它整个、都消失。那么整个消失了以后啊，我们就会越提升自己的那个心性提升了自己说那个打人也才一个人，那我打这个人打赢了又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打什么人？应该打什么人？应该打敌人啊，对不对？那最大的敌人是谁？原来是自己，所以我们应该打自己。我们有没有打过自己啊？这个倒是很有趣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原来我们在生活之中很多呢这个事情啊，那个产生了，有一些都是不必要的，不必要的事产生。
啊，所以呢，我们从我们的内心啊，哦，提升，提升了以后，哎，我们就会了解说，哦，原来，哦，我们自己的内心啊，有这么大的哎那个敌人存在，所以我们要克服，哦，要降服，所以哦，能够降服自己的，哦，那个就是。哦，真的哦，英雄豪杰。所以啊，我们哦有那个讲哦，以前的圣贤讲说，战胜别人呢是英雄，那么战胜自己呢，就是圣贤啊，对不对？啊，我们有没有战胜自己？有没有？嗯。最大的敌人啊是自己啊，我们有没有战胜自己？没有，因为不想跟他打。为什么？既得利益啊，是不是这样？哎，所以我们要考虑，哦，原来言而彼此深意，哦，你拢安尼做主，拢吃大大，哦，爱不行拢干。他好用压不起头，哦，头都抬不起来。各位的佛性啊，头有没有抬起来了？有没有在当家？都没有让他当家嘛，哦，有没有？嗯，有啦，有时候啊，有时候有让他当一两次啊，哦，哎，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因为用佛性来当家，我们大部分啊，在现实生活来说会吃亏啦，哎，那我们要学着吃亏，因为吃亏啊就是占便宜，哦，真的哦，吃亏就是占便宜。只要说呢，我们占人家便宜啊，那真的就是啊，损害到我们浩然正气啊。他反而得不偿失，那我们能够吃亏啊，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那个培养出，培养出来自己很高兴，哦，原来我可以做到，哎，自己要试试看，可以的，我可以做到的，对不对？哎，所以要了解到，有一天呢，我一口气不来啊。哎，那个不能做到的事，怎么样？就真的做不到了。啊，你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哎，这个我可以做到啊！哎，我们就可以去实践。那实践了以后，对自己的那个自信帮助就很大。哦，原来可以战胜我自己。哦，可以的。所以这个哦，要请那个哦六根啊下台，哦要请佛性出来，嗯，这个虽然讲了很久，可是能做的哦很少，同不同意？啊，所以哦，我们就要知道说这个忠言逆耳。利益行，哦，很利益我们去行持，那所以我们请佛性出来当家，哦，虽然说眼前吃亏，可是那个往后的高兴，往后得到的那个哦内心的满足，以及啊浩然正气的培养，那个哦真的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没有办法哦，用金钱来衡量的，哎，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自己努力，哦，要学着去做，哦，请这个呢，我们的这个感官呢，哎，已经让他当家很久了嘛，对不对？有多久了？大概几百年、几千年的哦，有没有？哦，大概有哦。
好啊，你坐下久哦，会使呀。哦，请他下台。那请佛性出来。那我们佛性当家了哦，差不多离成佛啊，就不远的，很近的，快到达了，是不是这样？是。他说我们要努力啊，去做。可不可以做啊？可以。要记得哦，自己承诺，自己承诺答应的哦。这个乃无敌哦，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啊，这个乃无敌啊，就是我们啊，这个已经啊克服了我们内心里面的这个敌人。那么我们呢，要面对的已经啊没有敌人的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已经啊染无蔽了以后，从内心啊去修持，就已经啊没有敌人的内心啊整个提升。那么持无兵，就是没有兵啊，没有兵让我们去克谁去持啊。我们都有时候都克谁，我们的那个兵啊，各位学姐，但克谁兵力都一样，就是我们的钱财啊，是不是我们的兵？因为有钱恭维都会暗声的哦，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值？我的五件物品啊，五件钱。所以你看那个钱呀，还塞贵下无，对吧？就这样，那我们到这边呢，那个纸啊已经无边，你要执着所有的，因为啊内心已经提升，所有的执着，你要克谁都该消失掉了。所以没有后台让你克谁，所以那个词啊就无边了，想了解意思吗？然后安尼讲话暗声，真嚣掰，真骄傲，就是拢克谁啦。有时候是社会地位，有时候就是财产，那有时候有另外的原因啊。可是家己真水，可是家己缘投，有没有？都有嘛吼。这一些假如说我们说都是假的，也靠谁谁拢无去啊？要靠的吼，那个备胎啊，靠的拢倒塌了，无谁当靠，无谁当靠啊！这个时候要靠谁啊？就是靠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整个都呈现，理不理想？很理想哦。所以我们就是在了解说，从自己的内心啊，去努力，祸莫大矣啊，轻敌哦。所以老子跟我们讲，这个祸灾难，莫大矣啊，轻敌。就是啊，轻视敌人，我们看清了我们的敌人，就是看清了我们那个内心啊，我们的六根啊所产生的幻运，那个就是最大的灾难。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六根啊，我们要请他下台，还真不容易，一定要想方法，用那个很柔和的办法请他下台，不能用刚强，用刚强他会反扑，所以那个轻敌啊，就是啊看清他，不把他当一回事，用真理来讲，你六根啊，就是啊我们佛性在用，是使眼使用的。那么佛性是主人，你是佣人，
你是吼卑女，啊，你要听话。我们假如说用这个角度的话，是不是吼用那个大以大压小，那个叫轻敌。那轻敌的话，哦，那个六根啊一缓不回来，哦，力道很大。所以我们要了解哦，要先跟他同学，跟六根同学啊，哦，先来有一半的前边哦给六根掌握，哦，一半佛性哎来当家，哦，这样呢，哦，慢慢的把那个哦整个啊那个注意力啊，哎，哦，转到佛性来。那久了以后，这个六根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地位，他就会退，这样就很柔和，了解意思吗？因为佛学啊有经过这个阶段，哦，说啊不给这个六根当家，就要佛性来当家，哦，那个反扑回来的力道很大，哦，大到我自己都很惊讶。哎，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道啊？才知道说哦，没有跟他同学。那后来哦，哎，用那个柔和的办法，哎，就可以了。他慢慢心习真理，所以这个心习真理啊就很重要。我们每天呢，哦，在接收的哎那一些信息里面啊，反复之中啊都是真理。那么这样哦，我们听久了，自然啊，那一些真理啊，都融入啊我们整个哦那个性分之中。那么融入性分之中，我们整个哦那个思想，哎，就跟真理相应。那么跟真理相应，哎，我们哦那个佛性出来当家，就哦很顺。这样了解意思吗？哦，所以呢，我们呢这边哦，老子讲，祸莫大矣啊，轻敌，哦，看轻他，轻敌则哦，积上无宝，哦，轻敌的话就会丧失啊，哎，我们那个哦最宝贵的，我们最宝贵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就因为轻敌啊，哦，我们会丧失掉。所以就是要了解到，哦，要保持，哦，那个觉，哦，那个觉，哎，都要保持，哦，故呢，这个，哦，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哦，那个抗，抵抗，哦，抗兵呢，哦，来相加，已经相对待了，已经比头前，哦，来见见啊，哦，这样呢，抗兵相加，哀者胜，就是不要哦，用那个霸道的方式，就是呢，你很柔和，哦，就是呢，跟他呢协调，这样，哎，那个呢，哦，哀者啊胜就会胜，哦，战胜他。虽然呢，这个老子呢跟我们讲的哦是另外哦一个角度。可是呢，我们把它引用到呢，哦，心理心法来，哦，这就是更好，哦，就是对我们，哦，要把那个六根，哦，产生呢，啊，那个六识，六根啊，对六尘产生的六识，哦，那个是我们用的很习惯，呢，所以我们要跟它呢，哦，对抗，哎，它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在用的时候都不知道，可是哦，当你要把它的前边啊，整个都哦这个改变的话，那很不容易，哎，所以就要像老子这样讲的哦，我们去做，啊，做的时候，哎，自己一直啊从内心啊提升，一直提升了以后，哎，所有的事啊，哎，就会很顺利，这样了解吗？哎。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用兵啊，哎，就是要哦面对自己，哦，敌人就是自己。那么第一这个七十章，哦，怀玉章，哦，这个怀玉就是呢，我们呢，哦，这个
胸怀里面啊，哦，有这个欲，有欲啊，欲啊，真简单的哦。我们呢，现在这个朝代啊，比较不了解。以前呢，我们看那一些哦，好像员外啊，或是比较有钱啊，他的帽子哦，这边都有一颗玉，有没有？哦，哎，那一颗玉呀、啊，可以保命。假如说有那个哦，那个生命交关的时候，比如讲了哦，有一部那个哦车子撞过来，本来这个命会丧失了，结果那一块玉，哎，就会救他。哎，那一块玉啊很碎了，结果他哦安全。哎，那个玉可以救命，可以保命。我们现在都比较不知道哦。可是要真是得到真的才哦才可以。你有这么给，这么很多都是假的，对不对？路边摊哦摆着哦几对五块，那就没效了。哎，你弄死啊，你啊五块哦，所以我们了解以前那个都有灵啊，哎灵啊哦，它有灵。好像以前的哦，哎、哦那个啊，当银，哎银银钱呀，那个银哦，你看盯着铁银缸，它一直响，有没有？它会跑的，哎，你银啊，你个藏的哦，哎，你召唤那拢无去啊，跑到别人家去了，一走，哦，哎连啊银，哎，所以以前的一些呀、啊，那个。古时候啊，哦，很有价值的东西呀、啊，哎，那个哦，都哦有它的作用。那么现在为什么都越来越少了呢？因为哦，我们要了解到天地之间啊，哦，我们的善良的心啊越多，天地啊，哦，那个金银财宝，哦，那个啊。能够、哦、让我们看的都很有价值的东西、啊、都会呈现、啊、在我们眼前。那我们的人心变化一些呢、哦、那一些、啊哦、很有价值、啊、它都会定位土下来在土地、啊、可是你不知道你在哪里、啊啊、越定就越轻就没去了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我们修道人都讲冰斗冰斗，可是呢为什么六道哦那个布施里面哦是第一个那个什么怎么讲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哦六度波罗蜜，那么六度波罗蜜第一个为什么是布施？那宾德哦，他要先解决啊众生的生活困难。第一个呢，就是要改善众生的生活。那为什么哦要那一些宾德啊来哦布施啊改善啊众生的这个生活？各位知道原因吗？我们不知道啊，可是哦。哎，那个修道者他就知道，哎，假如说他要帮助的众生，哦，是值得帮助、有德性的，那个哦，修道人呢就会指点他，哦，哪个地方有金银财宝，哎，你挖了哦，你就会看到，可以改善你的生活。所以哦，第一个就是布施，这样了解意思吗？啊，不一定无钱，下面那布施，哎，所以我们了解哦，那个一修道者啊，哎，就是不同，不一样的，哎，他能够了解到哦，天地之间的哦那一些啊，哦金银财宝，它在哪里？他我们完成的这一些呢，哦，我们要知道，那个天地啊不看重了。各位就可以了解那个921大地震、啊、你看哦，天地之间哦，这样一摇啊，摇掉多少钱？
不是金银财宝比头刷吗？哦，你拢真宝贝，哦，有足多厝啊，足多财产，伊甲你摇嘞摇嘞啊，是毋是拢比头刷？拢爱卡掉啊，对不？拢无价值啦，无爱啊。所以哦，天地之间啊，他不会看你的财产。哦，你的财产再多呢，他一摇啊，你就双手空空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最重要的，哎，就是哦，法财，对法的了解，哦，对佛法的了解，然后我们呢，真正的努力啊，去修持，哎，能够对我们呢、啊，哦，有帮助，产生作用。哦，帮助我们啊脱离苦海，哦，真的能够成仙做佛，这个才是重要的。哎，追求凡尘的这一些金银财宝，那个都是很笨。可是哦，假如说我这样讲，都不要追求了吗？大家反过来会骂你才笨。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各的价值观、啊、不一样。哎，那我们呢、啊，以脱离苦海、成仙作佛为主要的追求目标，不追求啊这一些凡尘的哦，这一些财宝，凡尘的财宝，你追求的再多、啊，所财奴而已啦、啊，一口气不来啊，都是别人的。有用吗？没用啊，那何苦呢？哦，用心计较，绞尽脑汁啊，哦，就是要赚钱。所以哦，或许都讲，哦，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有个遮风避雨啊，就可以了。那在我们哦台湾来说，这样太容易了。很不容易，很容易啊、哦！所以啊，这一种条件，生活条件啊，哎，已经充足了之下，努力修道。所以啊，每天的生活啊，都在修道，不用再找时间，不用再找地点，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啊，拢在修道。只要我们呢，能够、啊。哦，时时刻刻啊，回光返照，把自己的决心啊，都能够照顾，这样容不容易？哎，可是太容易了啦，对不对？想不想做？大概是想追求金钱哦，比较实在。追求金钱呢，或者都讲哦，我们够吃够穿。哦，能够有个哦遮风避雨的地方就好了，也就不用哦刻意啊再去追求。那剩下一定有很多的时间，有很多的哦那个心思啊放在修道方面。那这样呢，一定呢、啊、哦会变化。那我们内心啊哦一产生变化了。哦，已经呢、啊、以佛性为主，那么就会呢看清万象万事。那万象万事一看清了，哎，我们啊，哦，那个心性整个、啊、哦就很宽广，就很清净，那就恢复啊，哎，到我们本来。这样容不容易？还是很容易的啦。哦，就看我们肯不肯做，哎，只要肯做都能够达到。哦，有一些呢就可以放下，哦，不要积极的追求哦金钱，哦放下放下，我们放下哦心就宽广，哦跟人相处就容易，对不对？哎，我们现在呢跟人家相处啊，有没有斤斤计较？都没有了吗？有啊，哎，
还真诚实啊、哦、所以啊有时候讲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就不容易、哎、可是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我们要越宽广、哦、走的路、啊哎、就越好走、哦、心、啊、越宽广、哦、然后回报过来、哎、也一样、哦、越宽广哎啊，这样善性的循环嘛、啊，哎，不要说以后等到、哦、上哦，我们礼天了、啊，哎，当下就是了，哎，就生活在天堂，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个怀疑啊，哎，我们每个人啊都有，哦，胸怀里面啊都有一颗宝玉，哎，我们要好好的哦，哎，运用。无言呐、啊，哦，胜一知啊，哦，胜一行。老子呢说，我的话呢很容易知道，也很容易、啊、去行持，是不是这样？哦，老子讲出来的话很容易做了，还也很容易去行持。我们从开课的时候啊就讲，哦，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对不对？哎啊、我们把良心掏出来，每天生活之中都应用、哎、那个、啊哦、就已经、啊哦、是道了，对不 对, 对、哎、那发挥出来延伸出来都是德，那我们、哦、都不变、啊、叫做经，那道德经、啊哎、就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都能够呈现，对不 对, 对，哎，所以啊，老子讲说，无言啊，哦，生一知啊，生一行。我的话很容易呢，哦，知道，很容易啊，行。这个都是讲真话嘛，对不对？哎，啊，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些简单的哦，哎，老子所讲的、啊，哎，我们去做，哦，把那个啊，哦，那个良知良能，哦，用在生活之中。不要讲说哦，哎，有良心的一个都已经过世，啊，一个也未出世，那个是借口啦，家己不爱做，有没有听过？哎，还是想听哦，哎，所以我们的人心呐、啊，哎，作用大，哎，不想用道心呐、啊，用人心，所以才会那样说。那我们了解说哦。哎、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为什么苦害我无想啊，是啥啦，就是这一些啊，对不、哎、在公会都不爱负责任的这些、哎、他说一个已经、哦、过世了，一个还没有出生，是不是不负责任、哎、他不想做啊，哎、所以讲这个话，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哦、是真理的话我们就去做，符合、哦、真理、啊、就去做，绝对不对的、哎、做久了我们都会很高兴、哦、所以要了解到老子讲的、啊、很不错、哎啊、所以从、哦、那个第一章、啊哦、那个常无、啊、跟常有，常无、啊、跟常有哦，此两者啊，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呐、啊，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对不对？哎，所以我们知道哦，常有跟常无，哦，常是常住不迁，哦，有有形有相，无无形无相，那有跟无啊合起来是什么？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老子的常有跟常无、啊哎、就是真空妙有，那真空跟妙有、啊、这两个合起来、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所以、哦哦、这两个、啊、同出一起出来，可是、哦、一个有一个无、哦、不一样的名称啊，它、啊、两个、啊、都很玄，有也玄，无也玄，哦，啊，众妙之门，
就是我们哦，那个仙官哦，众妙之门。那么天下呢，莫能知啊，哦，莫能行。老子的话哦，这么哦讲的这么哦清楚明白，可是天下呢，哦都不知道，因为天下的人啊，哦都住相，住在形象。而老子讲的啊，是那个无形无相，真空妙有，哎，所以就变成了天下莫能知啊，唔知呀，啊莫能行，唔知呀都无法多走啊，哦，啊，所以为什么唔知呀？就是不追求，哦，不追求真理呀，不追求性理心法，啊，所以老子在《道德经》整篇所讲。都描绘了那个道的状态，所以那个朦胧恍惚啊，那个都是在讲我们那个哦道的呈现，哎，就是佛性的哦那个呈现。那我们呢不了解哦，都不知道呢哦，老子一直呢把哦那个道啊用文字啊尽量的描绘，让我们去体会说。都是安的，哦，不是很困难，只要我们用心啊，哎，都能够体会，哦，都能够呈现，哎，所以啊，哦，这个老子很感叹，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那我们现在有研究了，知道了啊，哦，知不知道了啊？知道。他能行了吗？就是要勉强。对不对？哎，啊，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啊，勉强去做，可是呢，这个勉强做了一段时间，会不会习惯？会习惯哦，啊，习惯了以后就自然的，哎，那个时候啊，做起来就很容易，哎，啊，所以哦，我们从那个哦老子那个感叹啊，我唔知呀，我拢无法度哦做。所以底下呢，哦，老子又讲，哦，言有终，所以老子所讲的话都有终止，有终迹呀，哦，知道意思吗？哦，就是啊，我们要所追求的哦那个目标、目的地呀、啊，终迹，哦，我们让你终迹是什么？哦，就是啊。啊，目标所在，哎，啊，所以哦，老子都讲，我咧讲哦，不是哦，天马行空，唔是咧讲起，拢哦无意的究竟，哦，他都一定哦有所指，他对我们啊有帮助，哦，所以言有终，那么事啊有君，哎，这个事啊就是事情。哦，那么哦，讲的话哦都有宗旨，那么这个事情呢、啊，哎，都有哦一个、啊、哎那个金主，哎就是啊主人，哎代志哦弄一个主人，哎就是哦讲出来的事啊，一定哦一定都有他的哎那个哦所讲的哎那个最主要的哦。想要表达的，都能够呈现，哦，所以呢，这个事、啊、有君，那么夫为，哦，无智啊，是以啊，哦，不我知，哦，这个夫啊，是一个花语词，没有意思，为无智，哦，就是没有智慧，啊，就是没有那个知觉，唔知呀。哦啊、所以不知道的人是以、啊、不我知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所有在说的、哦、那个内容、啊、都有、哦、很大的那个宗旨很大的那个目标要爱我们、哦、去做爱我们去实现、哦、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哦、这个很大的感叹哦，是以啊不我知，拢唔知影我咧哦，讲出来这巨大的所在啊，伫倒位啊，哦。
那知我者希呀、啊，哦，就是知道老子哦讲出来那个重要，就是很少希呀、啊，就是很少的意思呀、啊。三业哦，不是无啦，有啊，真济。哦，所以我们啊，就是就是有哦一句话叫做取高和寡。哎，这个讲的哦太高了，然后要和的人啊，哎就不多，哎，所以老子啊有那个感叹哦，知我者希，怎样话哦，真少了，是不是很大的感叹？哎，啊，所以他的意思、啊、就是说，希望我们去追求老子所讲的内容，哦，那个言流中啊，所有讲出来都有宗旨。然后事有据，讲出来的事情啊，已经都有它的主要。那个据呢、啊，哎，都是主，主然那个主嘛、啊，哦，就是有它主要的哦，想表达的哦那个目的，哦，所以啊，言有宗啊，事有据，哎啊，所以老子很感叹，哦，知我者希，则我哦贵矣啊。哎、就是说知道我的足少，这样哦，物以哦稀为贵啊，啊知道的人真少，所以哦，我就这样比较哦足悬的，所以老子哦他就讲哦，我则贵，哦，所以啊，对自己各就可以了解啊，从这个地方啊就了解说。老子对自己啊，哦，很自信，很肯定，对不对？哦，我们有没有这一种自信？有没有肯定呢、啊？有。哦，所以要学的哈、哦。老子这样表达出来，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学。是以圣人呐、啊，哦，披合怀玉，哦，所以圣人呐、啊。这个披合，哦，披合就是讲穿的哦，拢是一款迄出家人啊，一款哦，安尼真无价值的迄款外哦外口的衫，穿起来哦，拢粗布衫啊，披合，知道这个意思吗？可是哦，怀玉哦，那个迄衫哦，你甲掀开来，底拢结啊。了解意思吗？哎，好、啊，我们现在刚好相反，哦，黑老给带来勇敢变流，可是你看老子哦，他就讲哦，披合怀玉，哎，就是把那个哦，哎，不好看的哎摆在外面，那么很贵重的呢，哦，就是在自己心里面。都不、啊、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了解说，老子也希望我们学，哦、不要你那么、哦、那个粗浅，哦，咱即卖那个、哦、社会现象拢真粗浅对无？拢会表现安尼已经了不起，哦，对不对？都会啊。嗯，他有多少让你一眼就看穿？我有高楼大厦，有轿车，哦，是不是这样？可是哦，以往的圣人呐、啊，一大出啊，拢会草帽，还有会草帽去起去，哦，安尼，砍，所以外表看起来，哦，这拢哦，我做。违章建筑，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以往的圣人啊，为什么吸引天头，就是因为他住的那个哦环境啊，用的草帽起的哦，黑龙江剃须同他，啊，所以心啊时时刻刻、啊、跟呢哦天啊都相通。那我们现在因为环境的关系呀、啊，大部分都拢住伫迄个钢筋水泥哦大楼里面，
所以我们的心啊就被隔开了，心跟天啊隔开了。所以你看哦，我们啊只要拿那个电信笔收音机啊到那个大楼底下，无声，电波收不到，对吧？好像汽车啊过山洞，哇，电波无去啊，是不是？所以要了解到哦，那个也影响到我们的心啊。我们只要时时刻刻啊心与天通，所有的起心动念啊哦，绝对都是天理跟着，都不会啊超越。可是我们现在啊起心动念啊，很多都是自私自利，对不对？因为都被啊钢筋水泥隔绝，所以我们没有感觉啊自己的起心动念啊已经跟自己的佛性啊相违背，跟真理啊不相应。那我们假如说有空闲的时间呢、啊，都接近大自然，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哦，一方面透透气，一方面呢，哦，心理天通，最起码在那个时候啊，一放开了，哦，心啊，整个心啊，跟天啊，都相通，所以要了解到，哦，外面没有关系呀、啊，里面最重要。所以披合啊怀疑，我们就是要学到这一种那个不管外表现象，只自重内心。这样这一句话知道吗？好，知道那个意思了。那我们也要去做。那么这一段呢，我们也就讲完了。那么底下七十一章。不变章，不变，知不知善，不知知变。这个老子啊，跟我们讲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啊，这个知不知善，但相对要怎样？但是哦，表演的我靠，什么拢唔知，安尼哦最傻，了解意思无？所以知就是讲你什么拢知呀，但是哦表现出来不知，这个呢就是最上等。你什么拢知，但是拢无爱表演，拢伫个内心内底。你了解了，所以知不知善，这个文字啊很有意思啊。假如说我们不经过那个了解，那我们看，好像在玩那个文字游戏啊，知不知善，不知知变，整个啊，那个精髓啊。都不知道。那我们了解原来知，你什么都知道，可是你表现在外面呢，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就是最上等。告诉我们为人最上等啊，就是这样。你什么都知，但是哦，你表现出来，什么都不知，跟我们的那个现实生活啊，是不是差很大？那么底下这一句啊，就是我们现实的社会，不知，什么都不知啦。但是呢，人一个问大家都知，有没有？有没有这种人啊？你敢问？我知，我知，我知，我知。你知影倒无？我知，我知，我知。啊，倒是啥物？我知，我知。啊，知影你嘛讲来听咧。我知，我知。所以哦，我们现在哦，还知影几分尔，要讲到十分啦。虽然呢，
哦，我们就是了解到他已经呢不符合哦我们那个做人的修持。你做人呢，哦，一定要披合怀义，哦，要知不知善，哎，不要说这个什么都不知，可是人家又问了，啊，我知我知。所以哦，老祖要加一个字，病，病不病？哎，真的病，哎，啊，所以哦。哎，老子告诉我们呢，不变长，哦，要怎么不变呢？就是呢，哦，知不知善，哦，咱什么拢知，但是呢，未讲安尼宣扬，哦，未操大，操大，这个操大，国语要哪讲？错谈。我们很容易可以遇到这种人，对不对？哎，所以啊，老祖在呢这个五千年就知道了，哦，这个是，哦，那个不知啊，什么都知。可是哦，那个有修养的人啊，哦，他知道，可是呢他表现出来，嗯，就是那么哦平常平凡，哎，不会呢炫耀，哎。哦，不让人知道他内心到底呀、啊，知道多少，哦，都是在哦内心里面，哦，所以啊，这个很理想，福为无病，哦，那个福一样是发语词，没有意思，那么为是唯有，哦，福为啊病病，哦，假如说呢，我们啊。已经啊不知道自己的毛病，那个才叫大。唔知家己的毛病啊，这个病哦才真大啦。啊，若解啊，家己知影家己的毛病哦，这个病就真细、真小哦。所以呢，这边讲为啊，哦，病病，哦，了解意思吗？哎，所以这边的文字哦。大部分都一样了，他了解他的含义，哦，老子讲的意思，虽然不变，哦，知道、啊、自己的哦病的所在、啊，哦，所以啊就不会再有病。我们假如说知道自己的哦缺点，还要努力啊去改进、啊，是不是那个缺点啊不久就会消失，对不对？哎，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哦，哎，知道自己的毛病所在，哦，所以就没有病了。那假如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个病会不会延续？会不会扩大？哎，就是会扩大，会延续。哦，所以老子是希望我们呢、啊、都不病，哦，不会呢有病。那么圣人呢、啊、不病，哦，圣人呢不会啊说。哦，炫耀哦，不会呢，以不知所知，所以他不变哦，是以啊变变，所以他知道变的所在，还能够努力、啊、哦去改变，努力、啊、哦去实践，啊，所有的变都消失。那我们众生的变在哪里？贪嗔痴那个、哦、太笼统、哎，他这边老祖所讲的、啊哦、那个、啊哎、就是在讲、哎、我们的、哎、那个、哦自己、啊、不知道自己、啊、怎么样去改掉我们那个、哦、生活上的、哎、不合真理的习惯，哎，了解意思吗？圣人知道。哦，不合真理的习惯，哎，已经知道这个病，所以他努力去改掉，所以他没有病了。那我们众生呢，就是因为不觉，因为不觉啊，哦，所以这个病才大。
各位都解了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我们要保持这个觉呀，觉者就是佛。那我们要保持这个觉很不容易，我们都会哦不觉。那不觉呀，就是无明，无明啊就起惑迷惑，迷惑就造业，造业就受苦。那受苦又迷惑，这样了解吗？哦，一直啊心烦。那么从哪里来？从不觉来。那不觉从哪里来？不觉啊，从哪里来？从觉来，从觉产生不觉。哦，又跟老子的用文字一样，从觉呀、产生不觉。假如说那个不觉没有觉在支撑啊，那个不觉呀、没有作用，了解意思吗？了解意思吗？了解。哦，所以哦，这个觉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要保持啊，很不容易，因为我们都会哦。这个一恍惚朦胧，不觉就来了。为什么？起心动念。所以起心动念呢、叫做不觉，不觉才让我们起心动念。所以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知不知道？知道。知道哦，咱要让你起心动念哦，那个就是不觉。那假如说我们发现啊，起心动念不觉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它还可以转换，把那个不觉啊，又转到觉。这个啊，这个转换就很重要，哦，很重要。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那个觉跟不觉啊，那个差别点呢、很小。那不觉，假如说没有觉在后面支撑啊。那个不觉没有作用，那不觉啊，它可以啊延续啊，一直一直延续很长的念头，对不对？那很长的念头啊，是不是要由觉来支撑？都是从佛性在支撑哦。那个这个时候，假如说我们又突然发现啊，我怎么有这么多念头？又是觉的返回来，从不觉啊又返到觉，可是这个觉哦，就怕它没有办法停止延续，又等起啊，那不觉又来，所以我们啊，因为啊起心动念太频繁，所以那个不觉啊已经很习惯，那要这个习惯的不觉去掉。就一段时间跟他搏斗，他就是敌人。真的哦，你时时刻刻，假如说哦，发现到自己起心动念哦不觉，这个时候那个念头有没有办法延续？当你发现的时候啊，念头有没有办法再延续？已经没有办法了哦，一登体啊，所以这个时候登体哦，已得已经回到觉，可是回到觉的时候啊，要了解到哦，它又很快啊，又会产生变化。为什么？外面的万象跟万事，还有所有的这个声响，都会又让我们产生了、不觉。所以要对这个觉、能够、很、这个专注的去、让它延续、就是要培养定力，有定力了以后、我们知道万象万事、声响都是假的、已经没不被它引诱，那么这个时候、那个觉性、
它就会越来越有力道。那我们的觉性越有力道，我们就要了解到那个觉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虽然我们说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就是佛性本体，可是啊，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应对万事万物一样在万事万物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保持觉性。只要我们的定力够，只要不被外面的万象万事引诱，我们那个觉性可以时时刻刻让它都存在。那么让它存在的时候，各位浅显，我们会有负面的念头吗？绝对不会。那会做错事吗？不会。那会造业吗？绝对不会所以就已经回到真理世界，是很理想的。可是这个要经过一段努力的时间，培养我们对佛性的自信，培养定力，从佛性产生定力从定力产生对觉的那个认知，然后呢让觉越来越有分量，越来占据我们的那个心胸越宽广，这样整个就在真理世界之中。那我们整个已经自尽了真理世界那绝对不要说以后了，当下就是佛了，容不容易啊？是不很困难，可是做起来就是要有恒心毅力。那对凡尘的事一定要看透，凡尘都是眼气则生，眼散就灭，都是虚幻不实在，都是假的啦不真，所以不要住相，这样呢我们就很容易离相，对不对？离开形象呢，我们就了解到金刚经里面就明确记载离相名佛，有没有？只要离开形象，你就是佛了，是很容易的。可是要离相容不容易？比较困难一点，所以要从真理学习知道万象万事都是眼气则生，眼散就灭因缘的那个生起生灭，我们那个谢谢你不是有说吗？缘起缘灭有没有？每一段的缘起缘灭我们都能够圆满，有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就都在真理世界之中不会困难的，只是要靠自己努力一定要学习真理，每天呢都能够听一听这个真理的那一些讲话不要听完成事，完成事越听越烦，有没有？说他叫烦完成事越听越烦所以以后呢，人家来跟你讲完成事，你就跟他讲完成事越听越烦，那他讲得下去了吗？他就缺少我们就不会有那个烦恼，对不对？那个烦恼的因就不会再引起这样就很理想所以我们要自己来追求自己的生活，一定要努力朝这个方向其实一章又讲完了呢我们还剩下这个35分钟留给各位问好吗？
好不好？哎，可以呢，各位比较多的问题哈、哦，可以发问，小的也没关系啦。哎，这个不问的话哈、哦，在心里面啊，都、就是怕感，啊，问了就解开了，哦，心就清了，哦，啊，所以一定要发问，越问呢，哈、哦，我们修道就越容易，越高兴，哦。现在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自己呀、啊、偷笑，还是欢来呼气呀、啊？哎，唉声叹气，哎呀，你困个暗暝啊，一个醒来，哎，我那在笑，这样才可以哦。哦，有没有？刘禅师，这边美国道清有六个问题，想要请问刘禅师。好，请说。那第一个问题，求道不是可以上天堂，有过错就光天导或天狱吗？为什么有的道清变亡灵，有的还下地狱呢？哦，这个问得很好，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哦，这个我们求道了以后啊，哎，这个有。保证万八逍遥，可是那个保证啊，哎，就是要我们能够哦真正的守住啊，哦，那个我们求道不是有哦那个上下之理要我们立愿吗？有没有？各位都还记得吗？我们立了什么愿？哎，对，就是立了十条大愿。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有按照那个十条大愿去做，哎，就哦可以啊，这个升天啊。可是我们要了解到，哎，我们啊很多都没有按照我们立愿的愿去做，啊，所以哦啊就不能够按照哎那个跟我们保证说万八逍遥，哎啊，所以有的呢。哦，还会变亡灵。假如说哦，你哦，靠神，讲啊，我都已经有求道啊，哦，不但万八逍遥，啊，做的哦，哎，拢做唔对，哦，为非作歹，然后讲的哦，又是哦，让人家哦那个产生啊负面的哦那个情绪啊，那要不要下地狱？要。哎，就是要下地狱。因为他所作所为啊，都违反一个修道人应该有的基本认识。他连基本都不做，想上天堂，可不可能？哎，不可能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人家吃几杯硬菜，啊，伊连咸硬菜都无吃。哦，所以无法多上西天啦。咱食过来爬啊，也爬袂起的哦。伊拢无食，免他爬起。所以哦，爱去地府应该。好，再问。接着问题：为什么睡着了还可以听到自己的打呼声？这个哦，就是他的那个修持啊。他有做那个哦，回光返照了，哎，那个哦，应该是算好事的，哎，可以听到自己的打呼声哦，哎，他可以改善，哦，可以改善那个身体方面的哦一些啊习惯性，哦，打呼声会影响到别人啊，哎啊，所以哦，哎，看看怎么样可以啊把那个打呼声去掉，哎，这个是好事。哎，再来。为什么每次做万缘放下，一念出生就睡着了？哦，那就表示他平常哎，这个太多的哦外缘绊哦绊住他，哦，拢改拔掉掉了，一个外缘啊，外面的余念改拔掉掉，所以他哦一万缘放下，哇，睡着了，那个就是放松了。再问。第四条，中午过万缘放下，一念不生，不久就有恍惚现象，似睡非睡，约二三十分钟，
清醒后精神非常好。刘讲师在8月6号课中有提到，若做2个钟头，不可能恍惚维持那么久，所以2个小时正确做法是应该如何做才对？万缘放下一念不生，然后有恍惚现象，接下来若睡着了便不算，也不可能继续恍惚，更何况恍惚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所以之后1个多小时是应该什么状态或是如何做才对？哦，要了解呢，或许都有提过啊，那个恍惚跟朦胧啊，哎，那个都是啊，我们进入一个绝对的状态，就是不是相对啊。啊，所以老子呢，哦，在描绘那个道的呈现的时候啊，哎，都是要我们在恍惚状态之中呢，哦，才能够哦了解到那个道的道体、道的状态。啊，所以他假如说有这么长的时间啊，哎，能够进入到自己呀、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哦，那一种恍惚朦胧，哎，那个算是已经啊修持一段时间以后的成效，不可能呢长时间都这样啊，哎，而且那个哦也偶尔哦遇到一两次，那不是坏事。是好事，是修正以后，哎，而且他哦又能够很清醒的描绘他所经历的一切，等于他呢那个万缘放下没有做得彻底，做得彻底啊，不知道所经过的一切，那个才叫做做得彻底，万缘放下，所以要他努力啊，在万缘放下。不是还有吗？那个浅显说，背了心经就忘了弥勒真经，再背清净经便忘了心经，请教刘讲师，您是如何背熟各教经典语记语，过目不忘？以往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因为或许是蛮长时间投入了，所以开始的时候啊，也都是哦用背的，《金刚经》也是用背的，《心经》也是用背的。《心经》倒是容易了，260个字而已啊。哦，《金刚经》就比较长，它有32分啊。可是后来哈、哦，哎，经过了哦这个了解到哦这个里面的哦真正的经的含义精髓呢。那或许就把所有的哦那个背的哎、都全部啊哎、都把它放掉，就不背了。可是不背的时候啊哎、要应用的时候，可以啊朗朗上口，就会很熟悉的哦那个讲出来。连那个后天庙或许不是有讲那个哦那个台语那个解脱真经嘛，那个。那个什么瑶池金定慧啊解脱真经哦，说这个解脱归难，该脱归难，难在定慧，心心待定啊，便生地慧，地慧即生啊，该脱就离，很容易啊，哦，欲求该脱，先读六节，力不停歇，若不喜歇，心不求物，意不丢物，口不贪心、哦、然后呢，心刚回合，精气一行，中用活泼、哦、何难解脱？就这样啊。那个时候在念的时候是在哦上顶的念啊，无甲背啊，啊今嘛哦，哎，经过这久，那个是。13岁的时候啊，开始哦，伫咧想诶啊，啊，即马都68，是不是很久了？啊，诶、欸，竟然有时候拢无加心，无咧加心哦，啊，都加念出来，很自然啦、啊，自然而然，已经呢，这个或许就讲在性分之中啦、啊，诶、欸，用的时候诶、欸、就可以拿出来。所以努力的时候啊，努力看，
忘的时候就把它忘光光了，忘光光也要用，又可以把它拿出来。所以啊，一片白云啊，很苦口，几多归鸟尽迷草，有没有？什么意思？我们要成全人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变成哦，那个横在谷口的一片白云，然后那个黄昏的时候，那个归鸟，它要回到家，回到它的鸟哦鸟巢啊，都被这一片白云啊遮住，哦，外处的都围绕都挂我，了解意思吗？就是我们要呢帮助人、度人、成全人，结果哦，把人家要回来哦那个道路啊都阻塞了，这样算是帮助人吗？哎，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当一个哦带头者啊，你不要当一片白云，横在谷口，很有意思哦。哎啊，所以这个也都是哦，哎，在看的时候啊，努力把它背，可是背过以后啊，就把它抛开，哎，往后要讲啊，哎，要拿出来，这样啦、啊，哎，所以很多啊，或许哦，都是用这种方式，不然你们突然一问，我怎么会回答？还有吗？第六个问题。电视报道有一个美国自称可以通灵人士，可以和每个过世的亲属交谈，满满一屋子的人，每人收费100元美金。请问区区凡人又不是仙佛，有何能耐可以随便去地狱把任何人请出来谈话？在场的人有人哭，说是他死去的亲人没有错，所说符合以往事件。这怎么解说？地狱往生的有在受刑的去投胎，如何随便让人请出谈话？岂不是乱了地狱吗？这是真的吗？其中有诈吗？哦，因为现在有一些那个哦催眠术啊，哎，它有某一些哦功能呐、啊，可以帮助人家治病。那我们要了解啊，哦，那个说能够把你的哎那个哦往事啊，哦把它这个哦召集出来，那个都是夸大其口。各位姐姐。我们轮回啊，六道轮回啊，哦，有几千几万，哦，那么多的哦那个次数，你要请哪一生哪一世的父母，你要请哪一生哪一哦哪一世的哦眷属，多几生多几世，也被请多几生多几世。这样了解意思吗？哎，所以那个哦，哎，有时候啦，我们也不要去破坏人家赚钱的门路。哎，那我们了解哦，那个夸大其口哦，要了解啊，六道轮回啊，已经不计其数，几千几万世，有几千几万世的白物，几千几万世的眷属。你有法度让他请出来无？啊，你比迄个阎罗王较大哦。我们请那个哦，地藏王菩萨，他大概都办不到。各位了解意思吗？太多生太多世了，所以哦，佛经里面才有记载。假如说我们呢？哦，把我们累生累世啊，哦那个啊轮回的过程，哦轮回的父母眷属、啊，全部都把它呢，哦名列出来。那么天下的哦男生啊，都是我的父亲；天下的女生啊，都是我的母亲；天下的所有众生啊，都是我的眷属。
你看你要请哪一生哪一世的父母，哪一生哪一世的你的子女，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要了解哦，很宽广的，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窄啦、啊。就是讲哦，顶起心，顶起神，哦，那个都很不容易啊，哦，都很不容易啊。那我们不要去哦走那个路线，那个一走了以后，哎，我们那个神灵啊，清不清？就已经不清了啦。那让我们的神灵不清，这样好不好？不好，不好，哎，所以我们不要哦。哎，投入那个哦方向，不要损失那个金钱，那种给料，我会被人骂。还有问的吗？好，请说。各位讲师傅讲得好，后学不是要问问题，后学刚刚看那首歌，想说谢谢你，后学只是。看到那首歌，同学想说非常感谢刘讲师，感谢朱建先生。因为后学来之前哈，后学也没有跟刘讲师说，后学也想讲，是临时看到那个信息，后学真的是很惭愧吧。后学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修得不好的一个，在台北后学认识很多姐姐，他们那种精神真的是值得各位姐姐。因为上个礼拜哦，刘讲师已经所有课都停止了，后学要讲这个还没有问那个杨讲师可不可以把他的话讲出来，但是后学学讲我们路上从台北，因为刘讲师身体已经不好了，我们几个人约了，蛮多人约了一起去看刘讲师，因为怕打扰刘讲师，就所以说好一个时间去看刘讲师，在路上哦。其实那个杨讲师是司法公益的杨讲师，他很早之前就常常跟后学说，你们同事都好有福气哦。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杨讲师就跟后学说，哎，后学都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几个，我们可以组个团哦。但是没有问刘讲师，他不敢说，私底下也没有请问刘讲师，他说他我们是不是应该组个团去给你们同事打打气啊？你知道这个法真的。我每天都在早上跟劳工科医先后走，哎，刘讲师绝对不可以走，你们同一个我才听了两年，我们已经听了这么久了，那两年还不够，刘讲师还不能走，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刘讲师留下来。然后我们同一工的人，他想说来跟我们打脾气，知道这个法，他不是要上台，只是说我们一群人去让同一工的人知道这个道理，刘讲师讲的法多宝贵，多宝贵。然后有很多人都附和说：“哎，真的要去，我们也很想去。但是他没有经过刘讲师同意才敢来，那后学是自己跑来。那后学非常感谢刘讲师，但是后学修不好，后学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后学在民国六十几年就在台北了。那后学听过大姑这边有一位大姑这边几乎都知道的学姐，绝对知道有位李建仁医疗师，现在已经归空了。他归空之前，他是跟着老前人，跟着大姑到处去。他是学生时代就舍身办道，学生时代在火车站就付出，然后就讲经说法。后学听过他很多经典，后学还买了他的经典《六祖坛经》。他开光到跟着大姑老前到南非，到很多国家，印度很多国家，美国也去过，美国也到新认识他。结果可是他归空之前哈、得了癌症，痛的他大概50多岁，后来被一封学人打钱，但他归空之前。有一位廖华贤廖也是跟后学讲，那个时候因为他住在崇德大楼，大姑在台北有10层的大楼，但他痛得每天哇哇大很大声，那个廖经理就跟后学讲说，很多点子就是为了这件事讨。
讨论，是不是应该要让他住在大庙里？因为他痛痛的哇哇大叫，都影响到有的道亲从国外回来访道的，听到有这样子的怕是跑道，可是我们却很荣幸的后学认识有一位中立道亲哦，台。所以你看这个点人是这么棒，讲经说法了几十年，可是当他归空之前，他还是没有后觉想，他还是没有找到那个不痛的，所以他才会哇痛得哇哇大叫。但是有一位中立道亲哦，他只是听了几年，没有很久的课，他也是个癌症，他只是一个普通道亲，不是什么讲师，不是什么经理，但是他归空之前也是痛得哇哇大叫。痛的癌症后觉知道那个骨癌痛的真的是会哭，结果可是他后来想起来，他只是告诉我们有一个不痛的，他就努力去找那个不痛的，结果真的让他找到了。等他找到的时候，他很法喜充满，打电话给他的佛堂的讲师，他说他找到了，好开心哦。那他还当他找到的时候，他还跪地跟他太太忏悔，还跟他儿女忏悔，就把他太太吓到了。他太太赶快打电话去佛堂，我先生是不是得了神经病啊？他以前是痛得哇哇大叫，现在怎么还跟我忏悔？后来那个佛堂的讲师就告诉他说，你先生已经找到真心佛性，所以他能法喜充满，所以他不痛了。所以我们真的很荣幸能听到卢讲师这个课，就像那个杨讲师说的，哎，你们真的很有福气。那个杨讲师，因为他常常也是出国开光，他说他跟后学说了，他只要在国内，他还要有时候去看他妈妈，他妈妈90多岁了，去照顾他妈妈。他说只要他没有照顾他妈妈的时候，他每天起码要听5个钟头刘讲师的课。他说真的每天听，他说他很认真的听，所以他很想来同一沟告诉我们，他得到的，他很感恩刘讲师，他得到的非常的多。然后有后学曾听有些姐妹说，哎呦，后学邀他来同工听课，他说哎呀，有讲师讲的我听不懂啊。那后学想起来我们以前在中立的时候，有一位李金鹤，各位姐妹有很多姐妹大概都认得他，李金鹤。他很早的时候，他最早的时候是跟他先生在宜兰开钓虾场，钓虾场一个24小时的钓虾场，24小时的，所以他先生常常还要去河边抓一些小鱼来喂他的虾吃，虾吃饱他才能够不要让客人把他的虾都钓走。但是就是因为24小时有客人请他抽烟，但他不知道那个烟里面有毒，他先生就中他那个咖啡因的毒很深，就他先生也给他抽，他也中毒，两个人都中毒。后来他先生就得肝癌过世，后来又回到我们同一坛中立的同一坛住，但是可能是因为以前的姻缘很不足，后来他住在佛堂带着他女儿，他女儿有时候半夜会做梦会打扰到别人，所以可能有些人就不喜欢他，后觉得不应该从中帮忙，我越从中帮忙就人家就加速的讨厌他。他本来跟后学讲，后学看到他的女儿哈，因为佛堂很多都是清修小姐，那后学本身是结过婚，知道对小孩子有时候你要去搂搂他抱抱他，后学就跟金鹤说，哎，金鹤你有时候抱抱你女儿嘛，给你女儿一点爱，让她知道爱是什么。他说刘姐，我跟你说实话，我不知道爱是什么，因为他开钓虾场的时候可能种下一些因果，他儿子掉在那个钓虾场里面死掉了，结果他先生又得肝癌死掉，他爸爸也是在车祸死掉了。他说刘姐，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我怎么给我女儿快乐。然后后学刚好那个时候知道刘讲师讲得很棒，就请刘讲师去中立上课。那他也跟我讲，他说刘姐，我跟你讲，我每天晚上睡不好，我要喝8-9杯的咖啡才能止痛，晚上睡不好，我白天还要做工，做水泥工，他白天做水泥工。然后他说我真的听不懂，然后我上课又打瞌睡，我说哎呀，金鹤拜托拜托你来听，因为我们那个课怕林经理不答应，所以我们只是做一个座谈研究的课。
我说拜托你来凑人数啦，做个用打点气啦，因为刘讲师从那么远过来基隆，结果他真的很认真的听。后续讲一个只是说，金乐他每天在做工做水泥工那么累，回到家他最后听到法喜充满，他有一天告诉后续，他很高兴的告诉后续，他刘姐我跟你，他这种情况为什么很不容易，他因为中医道心排挤他，后学帮忙帮到被排挤的搬出去住，搬到一个，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到分家，到他们要脱离我们这边，刚好到分家，对他也排挤得很严重，然后他就搬到一个四层楼，住在顶楼，不是套房，是那种浴室还分离的，他跟他女儿住一个很简陋的房子里面，还自己搭帐篷，不是搭一点棚子要做饭，就蛮辛苦的。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他法喜充满，他可是他那时候到处跟人家讲的，人家也会嫉妒他，因为呢，连那个陈秋兴，当他走了以后，陈秋兴曾经也跟我讲，陈讲师他也跟我说，其实我都蛮嫉妒他的，因为他真的修到法喜充满，后来他很开心的打电话跟后学讲。我告诉你一件好事情，我说什么好事情，他说我以前每天喝八九杯咖啡，我现在每天只要喝一杯就够了，已经那个头痛 减轻了，然后我跟我女儿现在已经相处了，她心里在想什么我全部都知道，而且我们两个相处非常的融洽，就是因为她非常的认真，她每次都把刘讲师的记背起来，记忆背起来，因为她说她头脑不好头会痛，所以她到处贴刘讲师的记忆，可是结果引起别人的误会，人家以为她贴记忆在骂别人，所以还有一个中立的道亲，不是我们这边，是大姑那边的，他那个时候听刘讲师的，听到真的是他听刘讲师的话，不看电视，回家不看报纸，结果他自己告诉后学说，他女儿还没喊男朋友跟他讲什么话，他预先都知道，他女儿的男朋友跟他女儿求婚，然后讲什么什么什么，他全部都跟他女儿讲，结果没想到真的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就他女儿吓一大跳，妈妈你怎么那么厉害，还没有发生的事你全部都知道，结果后来因为刘讲师，因为我们分家之后刘讲师就没有去中医上课了，大课到今天也没有办法再去继续听课，结果后来隔了一两年吧，我后学没记得多久，他还跑到专门跑到台北来听课，后学就跟人家就说，哎，这个刘姐好厉害哦，这个刘姐她能预知未来是哦，他马上跟我说没有了，没有了，不见了，已经没有了。他以前真的是还没有发生时都知道，其实像这种后学知道好几个都会有这种情况，就像刘讲师说，其实我们都有六通。后学讲这个事情，只是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不要说我听不懂，我就不来听了。连我们很多听了刘讲师的课道亲，真的都是大公无私，不会分啊你是同一宫，啊你是哪里都不会，大家都很热心的想说住我同一宫，法喜充满，大家都很想住，都会鼓励说啊刘姐你一定要回去鼓励他们，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他们还一直都鼓励后学，所以真的后学非常感谢刘讲师，真的这个道哦，要不是刘讲师这个课，真的是要世界大同是真的不太容易了，因为听了刘讲师的课真的是蛮宝贵，然后台北的道亲当初听刘讲师的课的时候，因为大概顶楼很晒哦，但是他们为了不要让刘讲师吹冷气，真的是那种下课的时候那个汗如雨滴啊，真的是这样子，可是他们还能够很专心的去听，北部的道亲都是自己发心去听课，所以我们同一公司老师拜托我们来听课，所以我觉得真的各位姐不晓得北部道亲一直说我们很有福气，真的是我们很有福气，刚刚看到那句谢谢你，后学真的是说真的要谢谢刘讲师，后学很惭愧，后学自己做的不好，真的今后真的要努力，真的要做到放下，后学太出下了，谢谢刘讲师，谢谢各位姐姐。哎，我们谢谢你这个啊刘讲师，他也是刘讲师啊，
他是引进的啊，后学到这边来讲的呢，所以大家也要感谢他，没有他引进，然后学不会到这边来。还有吗？我们还有五分钟，好，请说。如果这个地球里面是仙人实验室的话，我们是高等的高等的那种灵体，那后学在大概30年，他看到像龟峰的那些从大陆过来的那些前线，他们龟峰的火味都会很高。那我们台湾哦，台湾的人龟峰之后的火味哦，好像是只有最后这个仙人都是大的火味。那我后学是在问哦，如果是以目前来讲，做一个台湾跟那个大陆前线来。当大陆的先贤来台湾传道，那种火味来比较的话，我们台湾人如果依照这样修的话，可以达到那种火五脏五腑，还是说大陆先贤来台湾的精神比较强烈，还是说我们这个台湾人啊，目前在修持哈，那种成就比他们低啊？这是一个，我是或者一个感觉，问一下而已。好，谢谢。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所有的名啊，跟所有的相都是假的。那因为呢，要让我们还在凡尘呢、在修、在办、在打拼的这一些前贤，都还有啊，这个后续的那个动力啊，所以啊，我们已经呢，这个归空的前贤啊。就给他一个那个名分，那个一样都是假的啦。各位就不要在那个名分之中啊，去计较他大，去计较他小。一奈菩萨，一头大仙，所以就不要去自重这一些，因为这一些呀、都是假的。那是要我们在凡尘。还在佛的众生，还在佛的道经、继续努力。假如说这一些已经归功很打拼的所有前贤呢，都是亡灵的话，那我们就会花去啊，唔练啊，唔练修啊，对不对？所以那个是给我们动力要继续啊，有动力，假的。我们本身就是火啊，那你才封一个菩萨，才封一个大仙，那还很低啊，那努力的空间啊还很大、对不对？所以要相信自己本身就是火，本身呢就是一个绝对体，假的，所有的名相都是假的，知道吗？知道。还有两分钟，还要问吗？好，请说。各位老师，各位师姐，你讲得好。好。我是想请问一下，老师，有我们这些同一宫的人，有没有机会可以听到你讲师讲三宝经？那或许现在讲的不是三宝心法吗？好，讲解三宝心法。就已经在讲了吧？或许所讲的全部都是三宝心法，都是我们呢很高的一个修持方法。尤其或许特别记得43。跟那一张讲义那个真的是高，或者回去看了都吓一跳，怎么都是啊，超越啊我自己写的呢那个讲义啊，各位假如说回去看，或者不是有写一本那个道德经讲义吗？有没有？那你回去啊比较一下，那个所讲的那个真的已经超越，现在在写的讲义里面都在人事方面，都在现象方面，可是在讲的时候完全都超越，已经呢
哦，无形无相。哎，我说怎么讲得这么高啊？哎，都很惊讶，所以哦，就觉得说，哦啊，那个已经把所有天地的精华，哎，都泄尽了，所以才一下子瘦了这么多啊。各位你要了解那个代价，你敢说就让你感受。哎，瘦的真瘦，瘦不瘦？哦，很瘦。哎，减肥成功了。哎，所以要了解到哦，那个就是最好的三宝心法。嗯，那一篇呢，他后来因为啊，大家都睡着了，所以要多写一张讲义呀、啊。哎，台北全贤一直感谢哦，同一空的全贤睡着了真好，一直感谢，一直感谢。你不睡着了哦，同一空不睡着就没有那一张讲义了、啊。哎，所以睡着了真好。下个。